彰化市公所举办半山高城庆典之都系列活动，伫个全民彩绘歌厅点亮彰化城以及春节气节了后，这精彩活动是一波接一波。公所准备伫个三月二号举办彩绘国际嘉年华，这两条路线唔闹社区学校，佮较有国际队伍来参加。暗时八点，佮有庆典之都的晚会。半山高城庆典之都系列活动一波接一波，三月二号暗时六点开始，彰化市内将有两条路线会当欣赏到比去年更加精彩的彩街嘉年华。唔少社区机关、社团、甲学校今年同款邀请到国际队伍来参与。愈办愈精彩，每年参加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于除了彰化市的市民来参与。国内的各个团体都有组团来参加，我们更朝向国际彩街的嘉年华会来办理，所以去年就有我们的姐妹市，日本的姐妹市来参加，一次小猪丁了哈，那今年也有两个姐妹市会来参加，就是北海道的仪式，还有这个本州的一个。金山寺的姐妹市也会组团来参加。丁世贤指出，除了暗时六点开始有两条彩街路线以外，暗时八点伫个旭光西路嘛将逢街举办庆典之都晚会，邀请多位知名艺人甲团体轮番登台演出。我们也有一个晚会也请到了年轻的这个歌手，包括有怪物新人，还有 Phoenix， 还有一个 Saturday 这个三个明星这个年轻人喜欢的这个明星也会来参加，因为我们无外乎就是尽量的来行销彰化。林世贤强调，今年彩街国际嘉年华同款有创意造型竞赛，只是参赛名额有限，真早就额满，四十支队伍争取上悬500块的奖金。多张新闻，中山彰化采访报道。